我最近迷上了断舍离，就是把你不要的东西能卖的都卖掉，这样卖了钱还能换新的东西。我这个香奈儿的表和爱马仕这个表我想给它卖了。香奈儿的这个表我完全是看王一博带了我才买的，好看是挺好看的，但是除了好看一无是处。千万不要买香奈儿的机械，误差大的害得我好几次差点迟到。你带了块表还得拿手机出来看时间。还有爱马仕的这个表，带个锁头的叫 Kelly， 很火很火，但是你戴上了之后就像带了一个重兵器，随时就这样会打到你手背的这个骨头上，尖削炎都要给我打出来了。不过我去中古店问了一下，二手也卖不出什么钱，于是我决定偷一块我老公的表去卖。我拿了一块他的劳力士，这块我猜他不咋戴了，应该拿走他也发现不了。他这块应该是红字海石，他买回来几乎没戴过。他还有一块鬼王，跟这个长得很像，我看他经常戴的都是那块。妈妈现在就把你卖掉，连盒子卖应该更值钱。真的特别不公平，男人的东西又好卖又值钱，有的还能升值啊，女人的东西买回来之后再想出手就是大甩卖，一文不值。我刚卖完了我的表加胖总的表，卖了10万，看，10万，好爽好爽好爽，又可以买新包了，太快乐了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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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